你教了我这么久，我连一招半式都没有学会，看来我是真的没有天赋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试试。算了吧，你一个天之骄女，天天除妖救人，干嘛在我这里浪费时间？你难道没有一丝不服气吗？你曾经也是人人羡慕的元都新秀，年轻一辈林氏中的佼佼者，好多人做梦都想企及的君临渊，可是你定下亲的夫婿。什么元都新秀、佼佼者、夫婿什么的，这些跟现在的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看来真的是修为尽失，记忆也没了。我还有事，就不继续陪你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，随时找我，我一定倾囊相授。好，多谢。修炼怎么这么难？对了，还有个金手指。裁缝娘，小心我！别装死，你见死不救，我没生气。快出来，还快出来！切，都不理我。果然是天之妻女呀！你这么练，八辈子都上不了道。要你管！看好了。师姐，师父来信了。师父怎么说的？师父让我们出发回元都。回元都，何事？有贵人需要结识。来来来，这儿，快点！啊，轻一点，别磕着碰着，婶婶受不得风啊！快快快！婶婶，侄儿这次前来是来专程向您道歉的，都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好，让凤柳闯下那么大的祸，不仅让凤舞妹妹受惊，还让婶婶身体抱恙，我这心里呀实在是过意不去。这些是小侄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婶婶不要嫌弃啊。我说过不要再提了，致歉我接受，礼物就不必了。都拿回去吧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婶婶要是不收，那就是没有原谅侄儿。侄儿这心里依旧是七上八下，寝食难安的。再说了，我爹出门前特地吩咐过，让我好好照顾您和凤舞妹妹。虽然这几年，凤家的确是有点亏待了你们。自从二叔走后，我说过不要再提了，都是凤家人，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。东西带走，赶紧离开吧。婶婶，实不相瞒，小侄这次前来，其实还有件事要和您商量。小侄为凤舞妹妹
学茉莉一桩好亲事，不妨把小姐叫了。谁在门口？吊坠去哪儿了？难道是掉在凤家了？君临渊，你还有心情飞天御剑？怎么了，小姐？小姐，我们就是在练剑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这么蠢的人，我也不想再叫第二次。哎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小姐。走，快跟我回去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美人娘亲出什么事了？不是不是，大少爷给你找了门亲事。什么？他是不是疯了？快走吧。滚出去。左神女，火气还是这么大。以后怎么服侍君殿下呢？左神女，你的意思是？只要事情办得好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我需要离开边境一段时间，但有一事内心难安，不知你可否帮我？您尽管吩咐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君殿下此次为寻找仙灵果而来，如今并无进展，你替我帮着君殿下提供些方便，不要总想着为难旁人。我明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帮助殿下，随时向您禀报。你去帮我跟君殿下说一声吧，我这便走了，咱们元都见。恭送左神女。仙灵果哪有君殿下的身边人来的重要？凤舞啊凤舞，你实在是太碍事了。堂妹，凤逸然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的婚事由不得你来做决定。哎呀，堂妹，我知道之前做的事多有不对，那我也是有苦衷的呀。不过这次真的是机会难得，你再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有苦衷，那全天下怕是没人没有苦衷了吧？堂妹，松手！你给我撒手！我现在好歹也是凤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你要是敢擅自替我做决定的话，你信不信我？信不信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哥哥，你没见到别人对你爱答不理的吗？卑躬屈膝的样子，凤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。风流，别节外生枝。你还是算了吧，让我速战速决。凤舞，我对你凤家继承人的身份存疑，按照家族规矩比武切磋，要是你赢了，我就乖乖回元都，再也不踏足边境。那要是我输了呢？交出凤鸣剑。君殿下挺忙啊。又是怎么样，打我呀？不跟你打，腻了，没意思。怎么在你这里？
想要吗？想要可以啊，你得告诉我你和凤舞是什么关系。我就不告诉你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你这哪里是比试，分明是想要我的命。什么？此乃我们凤家的家事，行的也是我们凤家的规矩。若两位强行插手，便是与我们凤家为敌。虽然凤家的地位比不上二位，但好歹也是名门望族，希望你们可以考虑清楚。好你个疯女人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！冷静，这毕竟是凤家的家事，我们确实不宜插手。我们先静观其变，若真遇到什么险情，再出手相救也不迟。快说，你跟凤舞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先把我的吊坠和风小舞还给我。风小舞？谁跟你说风小舞在我这儿？凤舞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要不然我一天到晚跟着你干嘛呢？你这种人最可恨，伪君子一个，专门欺负小姑娘。果然如此。喂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么跟我打了？你这个呆子，都被骗了两次了，就不能长点激情吗？你说谁呢？我被谁骗两次了？这种两边都骗说胡话的伎俩，你难道不觉得熟悉吗？我家住在边境，突然被那军令员抓来了冰封森林，我愿替英雄混入他们其中，夺取仙灵果，以作报答。不就是一个偷了仙灵果的丑丫头吗？识得你们念念不忘。不许你这么说的。我听说军令员好像抓到风小舞了，而且还在逼问他仙灵果的下落在哪里。你要是想去救他的话，你就跟着军令员啊。我们是不是在那儿见过？凤舞就是风小舞，小仙女。喂，反正你们已经悔婚了，从今以后，不管她是凤舞还是风小舞，她都是我的。家事，家事。商务。
吴九州。你说什么？凤舞就是风小舞？君老大，你没搞错吧？我确定，他把我们都给耍了，包括玉明也。看到刚才的情景，我更确信，这个丫头定还有事瞒着我。可是刚才的情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感觉就像是另一个人。对，就是那个感觉。等他醒了之后，我们一定要问个清楚。还好我机智，一醒来就跑，要不然可就耽误大事了。哎呀，大概的。九转回灵丹成了，吃了吧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良药苦口。不要吐。有人，他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喂，我躲哪儿啊？哪里躲呀？我总不能把你扔到炼丹炉里去吧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你是来抓我的吗？我是来带你离开这儿的，小仙女，还是我应该叫你风小舞？你是来找仙灵果的吧？仙灵果已经被我吃了，就算你杀了我也没有用了。骗了我两次，害我找了你这么久，说你该怎么补偿我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什么补偿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喜欢的人是小仙女。哎呀，不要再废话了，人都到门口了。怎么了？闭嘴！你干嘛？就你一人？怎么了？还有我。对，我是风小舞，仙灵果已经被我吃了，怎么样？承认就好。你不生气？我早就怀疑你是风小舞了。如今仙灵国也追不回来了，我只想搞清楚你跟暗夜幽婷是什么关系。我跟暗夜幽婷能有什么关系？那可不好说。哎呦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来找人，我也来找人。你果然和玉明夜郎被围歼。我，话可别说这么难听。我倒是想和小仙女狼狈为奸的，可他不给我机会啊，是不是？清楚。我怎么召唤不出凤鸣剑啊？
我不是恢复灵力了吗？哎呦，我的傻丫头啊，什么药吃了不得消化消化呀？好一个不知怜香惜玉的君临渊，风舞我就带走了。你现在回去不是找死吗？要不你跟我走吧。我跟着你走干嘛？这样跟暗夜幽庭更扯不清楚。你跟着暗夜幽庭不好吗？这前缘大陆上就没几人能通往灵力匹敌。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啊？你快把他放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小弟弟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儿啊？不哭不哭，啊！喂，你是个男人，哭什么哭？丢不丢人？你现在知道力量重要性了吧？只有够强才不会受欺负，这本来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。我们之所以要变得更强，只是为了创造和守护自己最珍惜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以暴制暴的话，那和自己讨厌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不对？嗯。狠下心来，你才是暗夜幽庭合格的继承人。可是他是小姑啊，和我一起长大的小姑啊。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好了，回家吧。谢谢。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幸会说些漂亮话。要是早点遇到你就好了。嗯。我有事，你别跟着我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，你就这样抛下我不顾啊？之前骗你是我不对，今日之事大恩不言谢，以后再吧，后会有期。在遇险的时候感觉到了师父的存在，怎么会？你师父虽然陷入沉睡，但潜意识里依然能感知到你的安危，见你遇到危险护土心切，帮了你一把。哎，不过这样的灵力消耗怕是也只够支撑这一回了。师父，好啦，别肉麻了，多亏了他，你好歹顺利吃下了九转回灵丹了。方才我用灵力打通了你的灵脉，现在你已经是初阶灵师了。啊！太好了，
这样我以后在森林里面就不用带火把了。哎，要是你师父醒来看到你这么糟蹋光明剑，也不知道是喜是悲呀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觉得突然有点累了呢？你才刚成为初阶灵师，一天之内的灵力使用是有限的。那这么说，我只要成为中阶灵师、高阶灵师，甚至是灵尊，那我释放的就不仅仅是小火苗了，可能是火球、火团，甚至是漫天大火。嗯，可以这么理解吧？太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以后烤鱼都不用捡柴火了。我确定你师父若醒来看到你这么滥用灵力，定会气得再次沉睡过去的。我就开个玩笑嘛。凤舞呢？他在哪儿？关你什么事？我问你人呢？喂，你打算就这样和我一起死在这儿吗？那你先放手，凭什么要我先放？上次给我使阴招三药丸的人是谁啊？你先放。那你先告诉我凤舞在哪儿。好，那就回去了。真的？真的吗？好，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放，不撒阴招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久都没有这么拳拳到肉、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了。哎，你这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很喜欢他，对吧？关你什么事？就关我事了。我才不管你什么婚约不婚约呢，你不能坦言对凤舞的喜欢，我可以。你若还这么模棱两可的，小心我后来者居上。既然你还没有昭告天下，那所有人就当你已经悔婚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资格再插手凤舞的事。你等着瞧，我会赢得他的。闪闪，这回凤舞可是闯了大祸啊，你看看要怎么负责呀？君老大都说算了，那怎么可以呢？君殿下应该赏罚分明才是啊。在得知凤舞便是风小舞之后，这件事情就注定是这个结果。你们兄妹还在吵什么？就是，毕竟按照婚约，这凤舞以后就是君老大的人，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你们两个凑什么热闹？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现在说这话未免太早了些吧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找不到凤舞就来为难别人的娘亲，这不合适吧？这是我们凤家的事，你们二位非要干预，就不怕我们禀告圣君吗？尽管去，我相信圣君绝对不会任由你们。
对一个没有灵力的平民下手。你，这仙灵果可是君殿下要的东西，怎么能算了？我这可都是为了君殿下好。不必拿我当借口。殿下，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不需要再追究。你说什么？君老大说算了。我君殿下，你受伤了？哦，没事，不小心撞的。凤舞呢？他应该在回来的路上，您不必担心。凤舞最近给君殿下添了不少麻烦，多谢君殿下大人大量，不予追究。但这件事情还是要有个交代，我们能替您做什么呢？夫人，不必。殿下，只要您说出来，我必定说服凤舞，让他完成，将功赎罪。好，那便让凤舞帮我一个忙吧。什么人？少主，何事？魔尊来信了。猜都猜到他会说什么。这次是我失误了。对不住少主了，魔尊让我定时回信。罢了，你念信吧。是。君临渊这次寻仙灵果不利，惹了君武圣君不快，怕是难辞其咎。虽有开脱，但后招将至，事已至此，边境多待无益，速速回来，另有安排。魔尊每次消息都这么及时，还这么肯定会有后招。大长老，少主，魔尊是不是和君武一族的人私下有联系？这位定是位高权重之人，会是谁呢？少主，待到时机成熟，魔尊自然会亲自告诉您的。也罢，我只管听命便是。待君武一族垮台之时，便是我暗夜幽亭重掌这片大陆之日。耽误您点时间，给圣君提笔赠言，聊表心意。大家有去排队？队友，队友，别往前挤，别往前挤啊！来来来，你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给我一张，我也要一张。凑什么热闹？一边去。这个给您。这么凶的姑娘，怎么会是武小姐的亲戚？差太多了吧！我不发了。君殿下，君殿下，给我一张，来，一张，给你。君殿下，君殿下，啊，殿下，凤舞已经去城里召集更多的百姓过来。这份礼物虽价不高，但心意厚重，圣君人心宽厚，必定会喜欢的。积福万民确实是个好主意，没了仙灵果，我正发愁要怎么应对呢。这也是凤舞想出来的主意，还多谢殿下愿意配合。别着急，每个人都有。别着急，夫人，我都发完了。别着急啊，来，给你。公子，我来帮你发吧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好的。君老大，
刚才那人说帮我们去外地游说一番，这样一来不出几日咱们就能集齐万民的祝福了。不过我还真是佩服凤舞啊，居然能想出这么好的点子。那还不是多亏了我家小姐在边境的好风评，百姓们才愿意给我家小姐这个面子。哎，君老大，大家都这么喜欢你，你也去发吧。我不会笑。万年冰块脸，怎么你也跟凤舞一样学坏？这哪里是学坏啊，这分明是跟着凤舞学好。难道你不喜欢吗？君老大，你该不会是绝情谷发作了吧？才没有。莫非只要我一提起凤舞，绝情谷就会发作？凤舞，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让你自己活原主。祝寿吉福啦！给你一张，来，你一张。好的。祝寿吉福啦！来，给你一张。尝尝吧。圣君寿诞，向万民祈福了，给你一张。来，一张，给我来一张。来来来，我也要，还有我一张。好，好，放飞！君殿下，仙灵果的事我还是想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现在知道说对不起了？那不是形势所逼吗？知道君殿下宅心仁厚，不计较我偷了仙灵果的事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如此大恩，多谢圣子体恤。只要不和玉明夜搅和在一起就行。这事儿为什么不早点向我禀报？那种信鸽平日里见的也多，所以就没有多想。废物！是侄儿的疏忽，姑姑，请您息怒。参见圣后。圣君，他休息了吗？回圣后还没呢，圣君正在里面读赠言呢。你在外面候着。是。
什么事啊？圣君今天居然如此开心。圣子真是用心了，居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个惊喜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上面说我造福百姓，天下太平，日后定会修得真仙。哦，还有这个，说我是比肩刘备的千古贤王。哎，这刘备是谁啊？圣后可曾听说过？最初到最后都一样。